现在铁观音都是用这样子剪的吗？对，用手采的，手采也有，然后用机采也有。嗯，这个哈、哦，因为今天梗啊比较太大了哈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挑到那个标准的哈，梗太粗了哈，对对对，太强了啦。这个炒起来哈，你要想着要用一个塑胶袋套起来，30秒才可以放进去的。哦，这样它叶子马上会回转。哦，这是我教你的炒法，这是我的私房菜。上色了，对。干净的哈。这炒过了吗？炒过了。回30秒再倒就好了。那这样茶梗就水会去掉很多。我做古树茶闷住了，闷住30秒，有些时候甚至于20秒就可以了。啊，这边，我不敢看，你不敢看。我让你讲，先顶住。那个茶沫会比较多吧？啊。让你找塑胶袋。有去找了，去找了。嗯，他那个老阿伯六百哈，用来的，现在六百那个是使用来，那是用煮饭的，当煮饭的，当汤喝的呀。滚去，滚去，滚去。我不要，先滚去就是，滚我的该心情的心情，该心情的心情。王老，是六阿伯是采的几个修正机啊？关个心，关个，哎个正好做这，我要去。喂，包总，六。嗯。顶个直径十七。哎，下底直径是9公分。滚是13嘛，嗯，嗯，好好好，可以的，领导，再给他。